河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光春今天在郑州亲切会见了。大型舞蹈《国色天香》中拉开序幕，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的繁华场面顿时展现在观众面前。之后，歌唱家宋祖英一曲《东方牡丹》更是唱出了牡丹独具特色的美。晚会上，法国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为观众带来了《致爱丽丝》和《梁祝》的优美旋律。来自俄罗斯的维塔斯演唱的《我的天鹅》充分展示了海豚音王子的魅力。著名歌手周杰伦和费玉清共同演绎了回味悠长的《千里之外》，歌唱家戴玉强等演唱的《今夜无人入睡》高亢激昂，而少林雄风武术表演更让海内外嘉宾尽情领略了中国功夫的独特魅力。晚会上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些美丽的国际旅游小姐，随着国际旅游小姐主题曲《穿越天堂》的爱响起，100多位佳丽身穿各种民族服饰亮丽登场。最后，佳丽们还进行了空姐服饰、奥运体育服饰和晚礼服展示。当奥运歌曲《永远的朋友》响起时，佳丽们一同走上长长的环道，祝福北京奥运。经过四轮比赛，秘鲁小姐最终获得2008国际旅游小姐冠军总决赛的桂冠，来自河南的中国小姐童鹤获得亚军，加拿大小姐、黑山小姐和日本小姐分获第3、4、5名。